把架子搬过去吗？
这怎么样我也得就这样这个角度。
轻松，几千块钱，来，再加一下，加一下，我再给你加十块。
提起来。啊，准备。喂，提起来就轻松了。啊，今天。可以啊。摇上来，往上来点，往上起来。晚上你这录了一天的视频，这晚上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一会儿账结了啊。田涛请七四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七七
学举重找曹刚，曹刚的名字响当当，我跟你讲，很押韵，很押韵嘛。赶紧的，举半天了。这缝这个缝还没。20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没有这腰你。不知道。